第七课，你家离公司远吗？ Lesson 7. Do you live far from your company? 一，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这是我们的新教室。这是我们的新教室。二，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呢。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呢。三，我每天早上6点就去跑步了。我每天早上6点就去跑步了。四，我家离公司很远，所以要坐公共汽车去公司。我家离公司很远，所以要坐公共汽车去公司。五，大夫正给他看病呢。大夫正给他看病呢。第二部分。Part 2。第6到10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6，大卫回来了吗？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6，大卫回来了吗？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7，你家离学校远吗？很远，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7，你家离学校远吗？很远，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8，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给你过生日。好吧，7点半怎么样？8，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给你过生日。好吧，7点半怎么样？
久，在床上看书对眼睛不好。知道了，再看一会儿就睡觉。九，在床上看书对眼睛不好。知道了，再看一会儿就睡觉。十，快起床吧，八点了。没关系，我再休息十分钟。十，快起床吧，八点了。没关系，我再休息十分钟。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十一，大卫睡觉了吗？他还没睡觉呢，他明天有考试。大卫在做什么？十一，大卫睡觉了吗？他还没睡觉呢，他明天有考试。大卫在做什么？十二，你到机场了没有？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呢，二十分钟后就到。女的想去哪儿？十二，你到机场了没有？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呢，二十分钟后就到。女的想去哪儿？十三，你家离公司远吗？我家离公司很远，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要一个多小时呢。女的每天怎么去公司？十三，你家离公司远吗？我家离公司很远，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要一个多小时呢。女的每天怎么去公司？十四，今天是你的生日吧？今天是二月七号，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星期呢。女的的生日是几号？十四，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今天是2月7号，离我的生日还有1个星期呢。女的的生日是几号？15。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好，我家前面有一个饭馆，走几分钟就到了。女的家离饭馆远吗？15。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好，我家前面有一个饭馆，走几分钟就到了。女的家离饭馆远吗？3，语音。3. Pronunciation.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句末的升降调。 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他家离公司很远。二，他家离公司很远。三，我在去飞机场的路上。四，你在去飞机场的路上。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句末的升降调。 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明天我们有考试。二，你知道明天有考试？三，我7点半就来教室了。四，你每天都去学校上课？